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国产娱乐抱团的专辑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的素材由先刷 UI、惋惜小撮、陈峰、月城西楼、海洋 V 天空、南宁一梦、笑贫、动物圆圈、一杯流星雨和无敌的裤头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先看蜀国的抱团第一局。那么第一局的话，哎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卧龙凤雏好基友啊，那么自爆小卡车，哎。秀一波大恩爱，烧死异性恋啊！那么作为一个五号位，开局就拿到了藤甲，这个是要哎小高能预警一下。那么一号位直接看蛋白炸出来，我们直接选择了掉血啊。后面甲鱼的话帷幕那样出，二号位知己知彼看下家，三号位主将，三号位的话直接过啊。那么开局我们可以看哈，我们作为一个蜀将，场上四血武将，如果真要开始啊。大铁锁绑一波的话，那么可能啊，这种四血武将啊不在考虑范围内。那么甲鱼的话，开一个万箭骚起来，最后是撸了三号位。哦，这一刀下来感觉有悲歌独挑啊，会不会是甲鱼的主将？到时候再说。当然啊，如果是主将的话，他这里应该甲鱼放主将。为宝，最后的话我们如实上供啊，直接来一发啊，直接来一发。那么这一波强行大铁锁一波四年。啊，自爆，造成了小八血伤害，但是撸走了队友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再撸又撸到队友，哎。不过呢，目前场上就看一号位和八号位这边是不是队友。如果啊，一八位在这边，哦，这里一刀的话带出去啊，还有可能变队友嘞啊。如果是飞鼠的话，它这一刀原本就可以给六号位啊，没必要出杀。那我们看一看，七号位没有动，那边八号位的话直接开一个五五拿把一逃，续一秒，我们直接拿了黑牌作为无懈防御。这，哎，还好还好啊。啊，那最后的话，果然一个二爷加老诸葛丞相，老丞相啊。当然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直接拿到一波三 v 三的对峙局面。甲鱼大招还没开，当然这个大招对于我们主视角而言啊，不成一个妨碍啊。黄忠和二爷的话血线拉的都比较高，所以的话应该来说甲鱼大招不太会有发挥。那么最后恐龙啊，那么很有可能邹氏主将是悲哥还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可识得此阵？哦呦，最后啊，大家看啊，这边形成了一个三 v 三对峙的局面。不过教主这边把我们放血，哎呦，差不多啊，火攻带一下邹氏，强行撸一波，走你啊！断肠肯定是在那边啊，没有问题的。教主那主将是吕布啊，那么所以这一局基本啊，应该来说，结束了啊。黄忠克制教主，所以他这个雷击的话，除非甲鱼找配合，否则是发挥不出来，对吧？二爷也可以控一控雷击的牌啊，所以的话应该来说还算好打。决斗，谁能挡我？最后的话，雷击呀，对吧？你这个手里没牌啊，想雷击中还是有难度的。哈哈，甲鱼这一波肯定是直接弃掉了，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一局的话，基本就是主视角，哎，一个好基友自爆秀恩爱，火烧全场。虽然带走队友，但是最后也让他享受了一个躺赢的过程，啊，整体问题不大吧？运气当然这种盲区啊，要看运气啊，要看运气。没有运气的话，你肯定是干不了啊。至少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，是避开了四血武将，所以的话，最后老诸葛啊这边还是躲过了一小劫啊。第一局的话，火烧藤甲的一个小自爆。那么看看第二局，第二局张飞、蒋飞、马岱，最后的话，蒋飞这个过排流没有动啊，最后是选了两个，选择四血武将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咆哮配上前袭加马术啊。这个应该是可以动全场的。那我们这一局跟上一局啊，如出一辙。当然，这里不得不说啊，主视角啊，当然前两局都是他打的，这个打法啊，忒浪啊，忒浪。而且，像刚才那个还好，你毕竟一带多。但是这一局，你比如说马那个张飞这种打法啊，拿这么多牌拼一个，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划算。四号位的话打了一波藤甲，难道是队友或者是魏将啊？我们且这样标一下啊。这个当然不是特别确定，五号位直接开了一个五谷丰登，那么我们是拿一个闪，最后顺手状元拿人王，你的技术被识破，但是小诸葛挂
人王，哎，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最后统帅三军张合跳出巧变控场了啊，现在这个蜀国肯定是小抱团，其实有压力啊，有压力，决斗这样过差又过差了，那么杀我们一刀。现在的话反而啊，哦，两位也出来了，两蜀对两位，那么蜀国瞬间啊，这个应该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了。最后乐音又紧随其后跳出，那么这一局有可能是一个三 v 四的局啊，有可能。那么刚才一代劳的话无懈可击是六，是那个六号位打的啊。我最后还有个暑假，那么这一局的话纯粹啊靠一个人头优势，而且我们开局的盲狙优势拿到一波四 v 三的局面，最后的话还有一个联动在这边啊，所以的话应该来说这一局啊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不过就看对面啊有没有特别牛逼的武将了。还好没有曹丕啊，没有曹丕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四人头的优势啊肯定是可以保持住。嗯，你再卖旺星，你敢吗？对吧？他肯定不敢啊！你这越卖越坑啊、嗯！这就好比你一点，你拿粘土推别人的时候啊，旺星，这酒都不磕了啊，酒都不磕了。那么最后的话，我们再开了一个桃园，强行保一下大叔的血线，大获全胜啊！那么这一局的话，基本到了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啊，结束了。五号位被勒中。嗯，弃牌还是有个独挑啊。那么曹仁应该不会是，还是女布加貂蝉呢？如果女布貂蝉还可以啊，考虑打一打。你的计谋被识破，你的计谋被识破，最后火攻来抖起来啊，杀一刀，得个家得个家啊，刘备。汉服小儿，那我们这边直接出一红杀，嘿嘿，一刀。啊，不是，直接前行一个，最后决斗也没哈、啊，这边稍微有点怂了，一个万箭打下去，走，五号位看一看身份啊，貂蝉了，主要这有联动的话啊，如果没有联动，貂蝉应该来说啊，有机会抗这种蜀国的啊，对吧？至少贝贝和黄忠和马岱这边啊可以互刚，那么这一局到了这个阶段，基本晃哥是没有机会了，所以这一局应该来说基本啊。靠开局一个盲狙，首先拿到四人包团四 v 三的优势局，后面的话有联动的优势，贝贝还有过牌的能力，所以的话基本啊，最后、哎、最后这边还有一个小亮点啊，强行拿队友藤甲去开了狗货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你如果这个是不撸的话，到时候啊狗货不死，他反而朱雀一扇啊坑死贝贝啊，坑死贝贝，而且收一收收四人头，这个对于蜀国而言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刻啊，他到时候再坑兵粮的话你这个怎么打。好，下一局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下一局，哎，选老公还是选基友，看一看啊，啊最后啊是选老老公啊还是选小小公啊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最后是大月亮啊，放弃了小月亮，哎，女人嘛喜欢大一点啊，大一点更好。那么一号位的话加一减一挂旗，二号位寒冰加一再挂，三号位丈八弃牌，那么这样一二三的话基本没有动态啊，那么处于一个静止局面，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静。五号位弃牌，六号位掷局笔，哎，看一下我们要动吗，来护刚啊，护刚并没有，六号位弃牌，那么上家的话藤甲加一挂起，最后勒布斯属弃掉，我们这边看一看啊，青钢，嗯，最后也就这样了哈。作为小月亮啊，作为月亮没有锦囊，这个续报的目的达不成了。一二位南蛮开启，恐龙跳出，那么这个南蛮的话可能会带出节奏啊，好，农民，那这样的话农民如果他跳出来之后啊，其实啊那这样我们可能要被他暗杠啊，暗杠，结果呢大嘴跳出，最后选不过没有射啊，强行九撸了农民，不过蹦出了郭嘉，这样接着看啊，还有的看，再来一波，郭嘉应该死不了、啊、狗货跳出，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，那我们直接出闪了啊，嗯，狗货驱虎吞狼的话看看啊怎么打，接刀杀人杀一刀，嘿嘿，不过这个可惜啊，这个可惜，祝融有
副将啊没亮出来，那么如果亮出来的话反而会跟苟货一血的啊。新转筹，最后的话，不过现在苟货在场上啊，蔡文姬一血有可能，就是说祝融我们啊都有可能被坑的，陆神啊都有可能被坑到吃菜。国家满血恢复之后集席动菜菜，不过你魏将敢吃吗？估计不会吃。马老板弟兄们，鸡鸡回来了，但是这一杀啊他并不能动到别人啊，作为两拳场上两位，所以他觉得啊这里不动别人啊就让其他势力去刚位，队友强行太难蛮，我们直接出杀就行了。现在我们大月亮还不处于一个爆发的能力啊，还是缺啊，缺锦囊牌。一号位的话也就这样开了个 AOE， 最后没有大动作了，二号位继续龟缩恐龙大嘴。那么这个时候整体啊看大嘴怎么打，可以射，这不射，这可以射啊，又没司马，你这不射干嘛？而且关键蔡文姬那边藤甲对吧，明晃晃的藤甲挂在那边，你不射太可惜了啊，而且有可能失去了撸拳对吧，刚才这一射谈不上魏国要崩，陆神应该来说会扛不住，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可能也扛不住啊，那边还能间接的打到暗将，大嘴这打的哎有可能啊，有可能能收全局的一个状态啊。嘟嘟出来英姿对吧，现在大嘴是把生命啊把这个生死让给了别人去掌控啊，看我的，我们继续吊牌。最后赵云啊吊鞋啊，赵云又跳出来，那么这样的话反正暂时啊虽然两鼠两群啊都不是主要矛盾，国家农民这才是，你看十多张牌顺手拽羊撸一下，卷角进攻给一个火攻扫一下吃菜足了哈，足了，这个食材应该来说有粘弩吗？桃园强开，不过郭嘉啊被断场，这个应该来说是损失极其惨重的啊。好，那么这里漂亮的拿到了两张锦囊，不过我们没有选择续报，而是直接跳出硬刚，两张锦囊起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一代劳再来，有一个智击币还可以继续刷牌堆啊。当然我们并没有选择，最后还是强行九杀了一刀啊，拿一张牌。国家智击币看一下手牌，最后一手烂牌啊。那么这一波小爆发啊，小爆发，锦囊小输出带走了一个无将，控了一下国家的血线啊。那么三年两刀再发挥，漂亮啊，漂亮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来说原地起爆的两张锦囊啊，给蜀国带来了一线生机。不过如果说啊，我们主视角这边刚才直接开关心的话，可能会更好一点啊。就是我们不谈那个摸到两张啊，对吧？如果你关心，可能也是那个结果啊。本来就是四张锦囊在排队顶啊，如果没有这种情况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老诸葛直接亮出？因为那边空城，你这边的话，老诸葛后面有三年洞，三年洞而且都是菜刀啊，都是菜刀，所以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亮全将啊，来一不发的，当然这个待定啊，待定，好吧。那么前三局的蜀国抱团就这样啊，整体我觉得最看得最爽的还是第一局啊，火烧藤甲自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群雄局。第一局群雄的话，太后教主和张任、姜维和魏延当然也不差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这边是带了太后和教主。太后教主整体武将之间是自己没有配合，当然定位应该来说偏输出一点啊。正毒打法也说过很多次了，那么基本啊要给对面啊求桃啊，求过一轮桃子，至少这是一个至少的条件啊，你不能说桃子都没求过，看到一血就去震，那只能说坑的是自己。当然这一局的话开局啊，我们看一下曹老板直接跳出浪波一个，孙笨的话来把一把，最后是农民何愁不破敌，孙笨顺手杀一刀，但是这样只是给农民攒田了啊，攒屯田。哦，摸牌阶段离点直接跳出玄玄，非我之功，南蛮入侵打一波。
那么场上的话，逃避放毒，我们这边直接掉血了。那么我们目前的防御能力肯定是有啊，雷击在这边嘛，当然已经雷击按下去了。现在场上的话，三位抱团是一个抗抱团的过程啊。判定阶段有毒条，这夏侯渊，好，那么。如果是张合的话，他肯定应该是亮了，直接偷牌了啊。所以的话，应该是有可能是夏侯渊啊。那么蒋费那边一个五谷开出火攻，强打曹丕，这个打法都不太好啊。你宁可去打李典啊，怎么去硬刚曹丕呢？商家开出南蛮，这个南蛮整体肯定不是魏啊，魏肯定不太像。你要是魏，这直接跳出来了也不怕野啊。那么放逐控我们一下，决斗硬骚曹丕吕布啊，决斗以至四方九杀，这个看看桃子能不能奶起啊，奶起来漂亮。那么注意啊，这个时候曹丕啊求逃已经求到最后一个人，那么我们此时此刻选择出来直接阵毒就嘿嘿轻轻松松了。因为刚才很明显啊，已经求到曹丕那边，至少曹老板李典手上啊是原本没有逃的，那么这个时候阵图效率就上来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场上注意是两全两位的一个局面，我们直接阵图暗降，你不出也得出啊。那么万箭打出，但是这样的话，曹丕继续去找狗货配合。然而，嘿嘿，教主又出了啊！现在是感到群雄稍微做大了一点，最后出了庞德一个九杀，这应该来说完美带走了啊。完美带走夏侯渊啊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最后还出个邹氏，完克周泰啊，完克周泰。那么这一局应该来说还是很轻松的啊。那么后面邹氏庞德在这边再替我们打打工啊，打打工。那么基本到了这个阶段的话，虽然李典啊弃牌在手，但是应该来说不太好打。我们强行阵图无双，怒送一个啊，没有问题。而且冠石在那边啊，冠石无双双重保证，所以你这个阵图的话效率比较高啊。那么这一局阵图打的应该来说比较比较漂亮，比较干净利索啊，对吧？曹丕求逃求到最后，那你曹操这边想要摸到桃子很难，一个阵图收走，嘿嘿。那么后面的话，全雄队友还没出，孙膑在替着打工一波。庞德关键时候被我们，这个当然阵图啊有怨气的成分在。反正你没有武器，那就让你去打工啊，骚位将，啊骚位将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一局的太后啊，阵图啊配合打输出啊，配合气暖收牌，教主的打输出。下一局。下一局我们这边哈、啊、潘神不动了，就直接田丰和马老板啊、那么丰田啊，我们汽车开起来，一号位的话直接挂刀起牌，二号位看一看啊，那边直接一大牢刷一下，乐不思蜀还盲乐一个魏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结果那边大嘴已经迫不及待的队友出来了，哎，结果那边二号位是队友贾鱼啊。小乔天香谈一谈更健康，我们这边只能出闪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嘴强行各种撸下去啊，撸，哎，这个应该来说整体状态是不太好撸的啊。大乔这手里看来是没有天香牌了，只能引琉璃，结果碰到了庞统，强行送了一命啊。教主改判控住小乔啊，控住小乔。那么现在的话，这个是两群两鼠，庞统杀一刀带了八号位弃牌，三血将啊不卖貂蝉，这个其实有点亏了啊，有点亏了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啊，大嘴强撸，现在庞统应该来说还要锁一波吧。万箭，这个万箭开了差评了啊，这个肯定是，哦，有一个无懈啊，有一个无懈，但是整体这个万箭效率应该来说不太高啊。看看月英吧，如果月英能够带出大输出，这个万箭整体是为他服务了啊。
长山赵子龙也，浓胆啊，短一波大嘴，那边吃桃，我们这边一血活下来了。他不打我们近卫，哎，去骚远卫明旦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胆量不够大，那你就是胆量有多大，就决定了你的胜算有多大。当然这个话只是纯粹应景说出来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以荣聚荣。不过这里我推荐啊，先把工资开了再说啊，开了再说，先过牌再出牌嘛，那不是更好？那么火攻带一下云，你看这里应该还是更待何时？来边杀边摸啊，边杀边摸，一荣俱荣啊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最后应该来说达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。马老板的雄鹰应该来说整体啊溃散敌方军心，稳住己方啊。那么最后还配上了黏弩随势的小发挥啊，整体把大物权的局优势啊再一次拉回了己方啊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里应该来说整体比较轻松了，没有太多的问题。大嘴，嗯，弓箭手天下的乱舞啊，我们主持人这边说乱舞不开，其实尽量稳一稳啊，尽量稳一稳。嗯，小乔他毕竟啊，他手里还会有天香，你到时候谈的话，甲鱼局啊，玩杀在手啊，玩杀在手，不能浪开啊，不能浪开。所以的话，主要是的那个乱舞不是说小乔他体力流失，而是说被比如说大队到时候被迫砍他一刀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不过他庞德有锦衣可以砍庞统啊，还是怕啊，庞德万一来一刀砍小乔，小乔琉璃也好天香也好，这还是很坑人的。所以那个主视角啊过于激进啊，过于激进，聊天区说的啊。好，下一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局，刚才那局是一个正常的老板局，这一局的话看看大嘴家潘德啊，国宝啊。那么这一局轮到我们大嘴主视角了，风水轮流转。那么我们这是直接想开一波，当然这炸一波之后国家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来说不太好炸了，不太好炸。诺布斯是直接贴出，那么这里的话也就是啊稳开一个 AOE， 然后炸出两位啊，送出一个诺布斯鼠。暂时你大嘴的嘲讽肯定不是特别高，三号位最后的话结束阶段有一个读条，曹仁嘲讽这边不太可能啊，他都是明的搞位，那么很有可能会是啊貂蝉啊，啊貂蝉，就这样吧。现在啊大梨子这里的话给一波输出啊，给一波输出哦，大师漂亮，看他怎么换啊，六排和七排全强行选择了换大梨子。嗯，一刀有逃，没办法了。那么现在啊全雄反二，嘿嘿，可以左山观虎斗啊，那边选择了强行撸五，更加偏位一点，数窝这应该是不太可能性比较小。勒布斯鼠带出去做二装是捡破烂啊，捡破烂，那边捡一甄姬的话看看有没有什么输出能力啊，桃子吃起最后杀一刀，他这个地方桃子都不敢不吃啊，大师在后位对吧，我二装现在也被乐了啊。现在我们大嘴如果要射的话，其实还是要看你比如说二装那个藤甲你是没有办法搞定的，其他曹老板郭家这都是要啊防一防的。现在这一局两无刚三位啊，两无刚三位，还有两个暗将，劝诸疑心天意、啊、天意的话这个南蛮强行开出，曹老板都不敢收了啊，他这一收大师势必到时候直接换掉啊。好、哦、再来一扫二，紧跟撸我足，这个比较划算了。不过看一下曹老板有没有桃子啊，哎呦这还真心留了一个桃子保国家啊，保国家。不过这么多牌平均分散之后，大师选一个吧，本来选国家、啊、选了最后还是选了甄姬过拆桥，还没有杀，这换牌，换牌扔的一张雷杀。嗯，不过现在这个状态对我们而言是很开心的啊，很开心的。这一个菊花啊，盲僧被刚走之后，嗯，
两吴对两魏很公平的一个阶段。当然啊，郭嘉写信又完全买回来之后，这可能就有点难打了。哦，队友邹氏跳出强行坑一下郭嘉，但是这个八卦还算给力，两判都中。哎，可惜了啊，可惜了。哎，不过天命不饶他呀。桃子，你这个桃子干嘛卖萌吗？这个不太应该啊。那我们这里嘿嘿让你挂藤甲，强行灌石撸一发啊。那最后的话还其他一张牌撸掉大师，那么最后哎，对吧，刚才那个结束阶段的读条还是很明显的啊，他强行去干位，那么应该来说就只剩下貂蝉之类的，所以的话最后这个貂蝉的身份还算比较明显。邹氏一出，我们这边是一个三年斗啊，先声夺人了啊，先声夺人了。前面你们刚的都不算刚，后面魏将啊硬刚才叫胜利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这边啊，其实群雄只要奶好邹氏，这边应该来说好打一点。那、顺手专家拿到八卦，哎，稳一稳啊。这个时候要是来个神桃渊之类的，就漂亮到爆了啊！貂蝉稳住，不要浪打，哎，漂亮啊！这个时候就是以不动哈、应万变啊，那以不变应万变哈、就是你群雄慢慢奶起来。可能我明天会出一局啊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各种抗抱团的啊，怎样去打一些这种东西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吕布这边倒没有问题了，一个九杀强行撸走啊，这个反正轻轻松松、最后都没有依靠邹氏去发挥了。这一局应该来说大嘴啊就开了一个啊，炸出了魏将之后我就不动了啊，反正自有人去啊制衡你，所以的话应该来说开局啊戛然而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。后面啊三拳哎一起看戏啊，一起摸鱼，达成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状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局的抱团拳。这一局的话哦，选了两个一骑女牛啊，巾帼英雄。那么这样的话像纪灵其实也不错啊，没有带啊。最后这个只要你亮出了悲歌，基本应该来说也没太多人敢动你啊。现在张辽司马出来浪一波，哎，你浪早浪早归啊，对吧，这个已经是灵车呼啸在上空，嗯，就等你嘎嘣脆啊。那么九路愿意一个冰凉控我们，这样的话反正你这仇恨是妥妥的招起来了。愿意起手就有，漂亮，炸起来怒刚司马。场上这魏将啊这么多三血不卖的哈、有点溜。不过运营这样跟他互刚之后的话，反正坑的也是自己，除非副将庞统啊，那还可啊，还可保存自己的实力。这一个万箭打出来的话，司马是直接被掉的血啊，而不是他雷击的话没有用啊。雷击按照孔融这个逆时针结算啊，他这边的话是那个的啊，司马后判。那么现在的话两吴两群，两吴两群对峙，还有一位月英可能啊不太受伤害，主要应该来说在这几个人之间啊。月英对吧，这个必然的。那边火攻去打暗将，决斗再骚，这都打得比较浪啊，九杀强行带一个。下次注意点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没有跳，跳吗？离间当然啊，这个时候没有跳啊，没有跳，因为你跳出来之后势必，哎，这司马肯定是暂时死不了了。哎呦，这司马浪啊，够浪，坑死自己，哎，走好啊，走好，哎，你一撅屁股就注定了你此生此啊，此生此世啊会是怎样一个结局？啊、悲惨世界。哦，飞群了。然后悲哥其实已经，刚才是悲哥已经暴露了自己啊，不过有可能他们去猜四八位自己的啊，不过应该来说啊，我们最后还是跳了出来啊，跳了出来。这样被逼无奈一跳的话，哦，反而马老板藏得漂亮啊，这个可以有决斗硬刚一下五号位，走还不死，让你明跳桃子就齐。不过这个狗货倒是有点蛋疼了啊，我们有一个乐不思蜀可以控住月音，形成一个当然先杀啊，先杀出去。哎，教主现在的话这粘土还突突突了，漂亮，
那么这样的话直接拿到一个 3v3， 3v3 之后你还有一个 loop 速度可以攻，其实是一个 3v2， 还有一个翻面 3v1 了啊，3v1 了， loop 不死啊，无所谓。那么再调戏一个啊，孔融也不虚啊，对吧，孔融没伤那也无损啊，无损。那么最后 loop 死你，我就 loop 速度控你啊。所以这一局啊，刚才我们这个时候悲歌出来啊，抓住了关键时机啊，关键时机主要是教主的输出打了出来，对吧，控住了原因。如果他这边没能控住原因，当然全雄还是有机会，我们乐不思蜀再一控啊，抓住这一轮，到时候运营应该来说能带走进入下一轮的 3v3 啊。不过我们是打了一个更稳定的局面，最后的话这边找教主一个配合，铁锁带出四鞋。那么最后的话这边啊，黄盖可能会有机会，但是不好意思了，一个调戏直接一波牌弃光，那基本就是没有什么用了。最后这边血线还要压下去啊，他顶多就是 fuck 一次，冰娘是必中的啊，必中的。元宵进攻五分灯，但是郭宅桥借刀杀人没有用啊，这里刀即使拿走的话那你也是废了。以我之真气和天地之造化，所以这一局我们再回顾一下开局的话，应该来说司马坑自己啊，对吧，司马两无两全一蜀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过啊，就是整体啊矛盾点应该来说蜀国肯定是最低的，他们两两互相去打，那么最后教主还是选择控这边。那么最后苟货再出来的话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苟货啥时候，苟货不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啊，苟货是最后啊，最后是鸣跳飞群啊，整体还是我们主视角这边藏的还行啊，藏的还行。嗯，这里的话，不过刚才啊说到悲歌的判定啊，应该来说猜到是我们这边了啊，因为毕竟那两家如果有悲歌的话，肯定是出来保队友的啊，不可能说还藏着。嗯，好，那么群雄的话就这样了，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五局魏国。嗯，好，先看一局比较轻松一点的啊。也有三人抱团的，后面有啊，我们看先看这一局。那么这一局啊，主视角，哎，行商加裸衣，这样的话行商有优势之后，你的裸衣通，哎，这个是能带出大输出啊，打成一些比较不错的局面的。大嘴甲鱼，但是有司马在之后啊，他可能就不好打了，我们直接选择行放逐出来控一下三号位。嗯，甄姬也跳出，这样的话相当于一个 AOE 直接炸出三位，跟刚才我们全雄的主视角有点类似。那么开局优势炸出了四位啊，四位，而且有联动有放逐控场啊。当然这个的话我最近啊对开局优势其实压得还挺那个的，这一局我们看待会儿主视角的输出啊，主要是快节奏带一下啊。那边张辽锁锁连环杀一刀没能杀中，最后七完败之后有个独挑曹仁吗？我说声有晃哥漂亮，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控场啊，对吧，他这冰娘带出带出啊，而且有减一哈，这样的话能冰到八号位，所以的话七八位都被冰住。但这里不去打下家，这丈八和加一也不去冰娘，稍微差评啊。那我们注意啊，强行拖，最后的话黏弩在手里一刀再下，那么你不死我九杀强弩一刀六血啊，所以的话这一刀虽然七号位不需要这一个九杀，但是三号位他却需要这关键一刀。不过庞统这里为何不涅槃呢？这个坑爹了，涅槃了说不定还有一些机会啊。那我们最后的话这边啊，那边八号位决斗，哎，决斗也是凉血再飘出去啊，也是凉血飘出去。不过这个决斗倒没有问题啊，反正甲鱼你的决斗用不出来啊。火攻，注意最后啊，这里的话肯定是好评的啊，强行火攻自己放逐，这样保证甲鱼的行动力被控住。可惜我们这边缺一个五六剑啊，否则五六剑的话，在我们也能打甲鱼了。最后选择了炸甄姬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基本就结束了，基本就结束。最后还过拆桥，还是个红过拆。甄姬这个桃子救的，好评啊，好评。所以这一局的话，我们啊虽然是一个开局优势，但是主视角这边裸翼啊打出了一个小四连斩，还是可以的啊。
主要那个庞统也不涅槃，这个会有一些影响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一局曹丕过驾，又是太子爷啊，放逐放空你自己啊，放空别人啊，放空别人，放空别人，充实自己。一号位的话，南蛮都不开，无驾吗？这个意图太明显啊，应该来说啊，对吧？一号位可能啊，这个无驾概率非常高的。二号位没有动，三号位当然他也可以啊，啊打一些障眼法什么的啊，那是另辟蹊径啊。庞统索索连环，又是啊，想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局啊，上一里可怜700，知己比哦，借刀杀人，看来非队友啊。那么过河拆桥，来一下决斗硬刚，有九火杀吗？那我们强行闪掉啊，这样我们主视角哎可以不放男啊，这样直接啊满手牌在，不用弃牌没有问题，续爆嘛。哦，那边火攻强行撸了自己，我们放逐和遗迹已经完全亮出来了，离点，那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哎迈一步啊。那么杀也给他了，毕竟啊万一他有粘土，这个杀就很关键了。那我们直接控上家元鸟进攻，哼，人王挂起撸下家。哦，那边球发的啊，球发的一造，哎，粘土终于来了啊。所以的话日常大卫粘土局啊，那么打打杀杀真没意思，我们给他杀就开始做贡献了。最后刚出了盲僧，草科跳一波，哎，但是司马这个反馈啊，可能不是特别好啊。你万一这个杀反馈掉还是比较，这里襄阳肯定不能动了啊。那么直接动一下八号位强撸，还有吗？方可努力，飞哥出来了，这个飞哥。除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玩啊，你要想想三人啊三位的局面，曹丕还有放逐控场，甭谈下一轮，就谈这第一轮这边啊，你们已经有一个月鹰的大输出被控住了，所以的话你这里三人你还有个乐那边哈，所以的话蔡文姬这个出的稍微有点晚啊。好，那么最后队友开万箭，我们刚才没看清啊，这是九杀带走。所以这一局啊，三 v 五的大位局，你看啊，也是可以打出很大的优势。那么手里这么多桃，南蛮又可以肆无忌惮的放了啊。看吧，能撸走啊，先撸走九杀可以。结果直接来粘弩了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还不可以死。最后的话，那你庞统有涅槃也没有用啊，岂能消亡？轻轻松松啊，粘弩轮流转啊，一波骚全场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唯一啊，感觉就是刚才说过啊，菜菜可能出的有点晚啊。那面对三位啊，有核心曹丕，已经一个被放逐了，还你还被乐，哎，这个应该来说是早一点保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局，下一局也是魏国抱团有连斩的啊。我们主视角大 boss， 甄姬加司马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八号位后卫。手上一张黑都没有，那你到时候姨妈了怎么办啊？看着两刀就不换了啊，一二位二号位这满装已经挂起，三号位看一看啊，过河拆桥拆关，哎，拆了加一撸八卦啊，这个桃园再浪开，你看过分，又拆加一又撸八卦，自己比顺着软羊再撸，哎，反正这个就是哎，风水轮流转，你撸别人，我撸你，哈、哎，啊，层层剥削啊，层层剥削。那么五五分灯一开，我们这边拿了一张刀，可以啊，可以五六剑嘛。如果抱团的话，还是一张利器。所以像吴中那种盘啊，尽量你不需要拿。你拿的话，你目的也是为了开牌，对吧？开局你也是为了攒装备。那么现在我们切入到啊，剧情发展，大嘴出来，双头弩一波，但是没有单量啊。
其实他这里可以酿双头啊，也不好讲啊，慢慢砸出了甲鱼，下次注意点儿。那么沙悟明道最后没了啊，没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啊，可以看到大嘴出来没能有效果，面对司马还是啊萎了，还是萎了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一波三位呢，其实老实说啊，没有联动肯定是有一波小，不能说有优势啊。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自己了，天下苍生自当化解紧张，有老夫呢啊。其实这个时候刚才啊，苍生方可自当化解。那么那边郭嘉在给出啊，现在他的粘度还能发挥，哎，火攻再打啊，可以。甲鱼一死，对于魏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啊。再来一刀，你这里再救啊，救也没有用啊，你再救我们这边还是有一刀。那边锁锁连环再撸九骚，雷杀带一下，刚才万剑开过光的啊，开过光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二三位足大师漂亮。那么直接我们刚才说的啊，本来应该来说没有联动，结果呢，李典啊，这个杀的力量还是够啊，够坚挺，直接撸三人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应该来说还能继续五号位再带走。哎，结果有桃啊，他还刚才还扛住了，他现在这个人王盾还能扛住啊。那么这一副牌堆见底了啊，我们看一看自己。来天灭，这个怨气啊，闪电挂起，走起啊！锁锁连环，硬拿队友开刀，嗨，可以啊！桃子救出，卖就这样吧。来带一下五号位足啊，那么还有万剑啊，但是手里现在没有那个。没有桃子了，所以的话可以稳稳的过河拆桥就行了啊。最后投降了，这一局就是看李典的粘弩啊，日常粘弩啊，咚咚咚。天下苍生，自当化解私怨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局啊。下一局我们这边的话，对，四位啊，最后曹丕和张辽这个选法，曹丕张辽啊，其实双控场的这样啊，双控场。那我们看一下吧，一号位直接盲狙我们，哎，是不是队友呢？那我们直接加一挂旗，啥也不动他了，毕竟可能偏队友一点，没必要暴露他。那边结果过河拆桥又来撸我们。我们直接放逐出来控了，注意啊，这边没有翻一号位，而是翻了八号位啊。基于一个简单班的就是一号位开盲狙，那么不过四号位这样是直接跳飞位了，有可能我们这边有一波三连动啊。现在就这样看一看，五号位开五谷拿一个灌石到我们这边，估计拿一杀了火上，这个应该拿火上啊，小细节。当然不知道我们主视角是怎样想的哦。这边应该是魏将啊，应该是魏将双头跳出来，文主师爷远交金弓给我们强行撸下家，这你去撸月英干嘛呢？场上啊可能有四位在啊，所以这一局啊，这一局应该来说我们看的是一个对于魏将身份的判断啊。双头你这么打坑的就是坑人坑己啊，坑人坑己。那么月英我们这边直接出杀了，因为被乐了，这边没有选择强行控场，曹老板跳出反馈再来一个。那么最后火攻再来，哎，其实月英这个时候有点意气用事了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。双头他等级低，他下打你不能跟着他对吧，走这种牌啊，不应该的啊，不应该的。那么哦，商家不是队友啊，应该不是队友，这要是队友直接再看哦，我们这边天过了啊，那偷到一个桃子，哎，果然不是队友，是画图啊。那么南蛮强看一个下家也没有跳出来的意思，五号梦中杀人，直刀杀一刀画图悲歌。这哎呦，老头家少女啊，真机对吧，
所以刚才说啊，这边有可能四位的抱团啊。不过这边还有个华佗对于魏将有一个小方案，曹仁直接翻面啊，控住四号位拿到一波小联动，但是整体啊甄姬这边并没有带出输出，看一看后面曹操这边怎么样啊。冠石，这冠石都没有强砸啊，这个南蛮放逐选择翻队友啊，南蛮后面的话这应该来说可以选择翻祝融把他给翻过去啊，因为他毕竟手握南蛮，到时候开出来对于魏将啊而言啊还是个妨碍。好评啊，好评，这个放逐找的点没有问题。那么这样月音对吧，你锦囊没有，杀都没有一个，华佗暂时啊反正可以控，嘿嘿，九杀强路华佗一个，是不是在应该不舍得给我们吃啊，对吧，他应该不舍得给我们吃。那么最后只是逃过，甄姬可以继续打啊，最好的结果是开一个 AOE 对吧，当然有，哎，漂亮漂亮，我刚才想说 AOE 在祝融手里啊，结果这边就来了个万箭带走下家，这样我们这个放逐又可以省下来控祝融了，漂亮，华佗自救啊。像甄姬上一轮啊打得也不错，直接强杀我们，我动不了你们，我可以动队友送放逐控场达到联动啊，所以的话这边啊打得不错的啊，最后虽然断了甄姬，但是整体的局面应该来说三位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曹老板那边有冠石可以强打，关键司马还可以控八卦。那么足完之后剩下一个祝融，就打一个翻面放逐，哎，你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个局面啊，基本就结束了。八倍速啊，我们收尾。投降吧，祝融啊，猛货，机会不大啊，机会不大。不过他手握南蛮的话，应该来说，我们到时候会强行啊，对吧？强行让自己放逐去坑他，两个南蛮在手里，嗯，打是能打，但是可能就是你没有翻面回来的机会的。但是他可以试一试啊，万一哎，他三个魏将里面啊，他不知道去找曹丕的放逐。啊，觉得这个现在已经大优势局了，我就硬当你，哎，我就不去杀曹丕，那可能会另外一番景象，对吧？可以碰一碰运气，但是可能啊比较小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局，好像是一个三 v 五的局，看看这一局啊，郭嘉曹丕没有问题，曹老板哈，你是我爸爸哈，爸爸不带，带上郭嘉，一号位减一，雌雄挂起。二号位那边的话，人王丈八，我们这边直接八卦，最后弃两排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整体的话低调一番啊，一番啊，那边顺手八卦没了，哎呀，我们国家的神八卦呀。五号位减一和冠石挂起，六号位加一扇子，最后曹仁翻面，不过这个时候翻面啊，有点类似女萌的那种啊。哦，撸下家，现在的话场上感觉啊，这明的两个队友了，嗯，走势，郭柴桥又跳一飞位，嗯，杀一刀，啊，屯田，如果是魏将还是屯田啊，我不然我都以为是教主嘞啊，二号位不动啊，那么火攻打一下邹氏，这边的话倒是。注意我们这边其实小庄身份了啊，有方片啊没有带啊，那么最后的话杀我们一刀，我们强行把曹仁翻回，四号位，不过这里啊，不过我们那个火攻方向也不对啊，所以的话也不能算庄身份啊，司马跳出嘟嘟反过河拆桥，周瑜的话这个时候出来副将会不会僵尸啊，黑哥南蛮，对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不过这个啊嘴遁就不好了，这个时候啊他翻面的话不翻他是有道理的啊，哎，不这个不对啊，说错了，他这个是悲歌翻面的啊，所以的话应该是他自己翻回去啊，自己翻回去，我刚才想差了，南蛮，那么这一次的话有套啊肯定是强行翻祝融啊，邹氏不知道主将是什么，其实农民出来了翻了，这样稳一点啊，翻祝融，那么司马的话还可以再开一个 AOE， 我们可以确保把邹氏也翻过去啊，
关键是现在这一步啊，三 v 五的话，带走都督直接进入三 v 四，后面再一个控场控住邹氏，直接进入一个三 v 一打蔡文姬的过程啊，利用翻面再把邹氏给带掉。哎，不过我们这边，看来什么鬼啊？怎么没有掉血嘞？早入蜀都，直接出闪了啊！这个其实打的略微保守了啊，觉得农民能带人啊，所以的话我们这边也没有强行啊卖放逐了。看吧，看怎么想的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强行吃菜一个，都是水，我命休矣。老天不是我冤家呀，还是我的啊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应该来说基本打入最后的阶段，打入到这个啊，应该来说可以还算比较稳吧，还算比较稳。人王一定不要挂啊，你人王挂起来到时候坑的就是队友了，不能玩放逐的配合了，杀一刀三尖再带出去啊，可以。好，那么最后的话，第一代牢刷一波，刷一刀。我先休息一会儿。我先休息一会儿。早入蜀都，先到先得。哎，不过这里啊，还是感觉打的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啊。不过有了闪电，那边祝融倒是可以带走。马老板还好。哎呦，有无懈哦，有无懈。其实最后你看啊。这里最后其实打了一波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危机感啊，危机感。那我们这个时候九出来再保，来桃子再救，又有九啊，给我翻过来南蛮，哎九再磕，对吧？最后就是显示大卫中桃树啊，大卫中桃树，南蛮再开，啊再开，给我翻过来。好，最后的话这边啊还好没能带啊，这要带走了就哭了啊，就哭了。那我们过个这桥吃桃再来，那么这样的话又苟活下来了啊。即使你比如说农民这边跪了的话，那也有行商的收益，不虚啊，不虚。所以刚才啊其实还是打得不够成熟啊，不够成熟，该放逐控还是控，你这个时候啊，你各种情形都有可能发生。嘿，我们前几周有一次是祝融猛火的一个组合吧，对吧？猎刃啊，就是靠黏弩爆发的。当然那个是好像打群雄的啊，打群雄的。我们这里是魏国还不太一样，但是不得不防啊。更稳妥的打法应该来说就是那么撸啊，就是那么撸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抱团局的话就基本到这里了，最后就谢谢大家。